过去 A 一下一技能可以慢的话，我不知道怎么玩了。二技能捅一下，一技能捅顶 A 捅，捅顶 A 捅，好吧，明白了吧？捅顶 A 捅，看没，这个1200点血，明白了吧？好吧，你这就是卡极限伤害，捅顶 A 捅一定要会，好吧？它相当于有一发普通攻击是免费送给你的，这一发普通攻击打出来的伤害很恐怖。